算心里明白，咱会说老疙瘩，天打哪儿嫌醋打哪儿酸，心里明白，心里明白。钱匣子，钱匣子，哎呀，你快点儿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快快，越快越好，笨，真笨，真笨，哎呀呀呀，钢琴，钢琴，钢琴，哎呀，这个笨蛋，穿什么鞋呀？哎呀，你快点吧，哎呀，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外屋外屋，哎呀，外屋外屋，快点，快点，哎呀，走，看看枪法去。哎呀，可了不得了，快快，哎呀，快快拨枪子，哎呀，拨枪子，搁灶坑里行吗？你快拨枪子，拨枪子，你快点！哎，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哎，好了，老头子，快点！进屋，哎，进屋，快进屋！哎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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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打两枪，过过瘾。啊不，大当家让你打，你就打呗，装什么蒜呢？是啊，啊来吧，让兄弟们开开眼。看看，看看啊！打那灯笼吧。哎呀，马五爷家的，你买这可真够损的。五爷，张老大的高枪把咱家灯笼打那大窟窿。嗯，啥？挺大窟窿呢。这个王八小子，他哪来的枪呢？枪是胡头送给他的，这帮小子正在堂前喝酒呢，这柳子就是他勾来的，一个个可讷了。这个比高了。酒不错，正经高粱烧啊，大哥，多喝点，咱们屯烧过的。老弟，今日相见难得，真是前世有缘。老弟，跟大哥一起走吧，大哥亏待不了你，一看你就是实诚人啊。我大哥亏不了你，原来我是给要饭的，现在我都说了算了。大哥既然这样抬举小弟，小弟甘愿给大哥提马追灯。只是你弟妹挺大个肚子，我实在是走不了。老弟，你别着急，什么时候把家安顿好了，大哥什么时候来请你。没别的，大哥今天临走送你一件礼物。
是咱大哥使唤的枪。一定得把张作霖请出来。大当家的，咋办都行，我听你的。当家的，这就马五爷家。敲山震虎，呀！明白了。谁他妈黑灯瞎火的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还躲不过呢。老五，快走吧！看看。快啊！哎，老五，老五，快多搜！哎，大爷，快抗琴！大爷，你看我这么……哎呦，我家啥也没有啊！小白，我立刻搜！大爷，哎，老五，大爷，看着你们，大爷，看着你们！哎，你给我过来吧！你，哎，老五，老五，你看。到家了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我家命根子。这白花花的当柴火烧。有什么说？大爷，你不能拿走啊！不拿走，这银子你是要钱不要命？那银子啊，钱到手就算了，多亏姓张的。撤啊！撤！哎呀，大爷！哎呀，哎呀！天哪，大爷不能拿走啊。哎呀，大爷，张作霖呐，啊，哎，你断子绝孙呐，啊，张作霖呐，啊，老五啊，哎，这可真不是好事啊。哎，我说当家的，咱可不能走那条道，那条道咱走不得。咱是什么人家啊，别天整的吓人唬道的。我心里有数，这么多年我没看见半点有谱的事儿。你把心放肚子里吧，他们已经走了。你呀就是手欠，打啥不好，非打人家灯笼干啥。马五爷那老东西脸黑，你把他得罪了，他能轻易饶了你吗？我看你还是去给人家赔个不是吧。哦，我说当家的，给人家哈哈腰那不是丢人的事儿。告你！小伙计，咋呀？马五爷在家呀？在。哎，你等会儿去。先生，哎，状告张作霖勾结土匪，抢劫民财。刚让你等会儿去，你咋还往里走呢？哎，我等你。快点啊！走吧。五爷，张老嘎子提了这个新灯笼来赔不是来了，他个个来着。嗯呐，让他进来不？他勾结土匪，抢劫我的钱财，这回又狗戴帽装起人来。马爷，是我呀，马五爷，开门呐，我是张老嘎子。我是给你老赔不是来了，告诉他，不见。嗯。哎。哎。哎，这挤门干啥？五爷气病了，没工夫见你。哎，小哥，小哥，哎，五爷病了，就叫他在床上躺着好了。我上炕头啊，去给他赔不是去。
啊！你说别说了，不愿意见你，你走走吧，行不行？马爷，啊，该赔不是的话，我可说清了啊！该赔不是的事儿，我也做了，灯笼啊，我给你放在门口，往后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，两清了。关起来了你。走啊，看热闹。大人呐、啊，大人，胡子就是他勾引来的。大人，大人呐、啊，我家那陈匣子就是他勾引胡子给抢去的。哎，大人呐、啊，还有这个灯笼，就是他用胡子瞎枪给打的。来人！听我的传令，立即捕获张作霖。是、啊，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。去吧，谢天谢地。斩！要要要要要要要！这土豆要再不掰吧掰吧，就全长牙子了。拖泥带水的，跟上，跟上，快！张爷，不好了，马爷告你窝藏胡子，官兵来抓你来了。啊？什么？他们都跑到屯子口了。麻溜往西头跑。哎。你们几个往西撵，啊，跟我来！哎呀，怎么这么笨？哎，快，往东撵！妈，这小子真挺鬼童啊，能跑哪儿去呢？这阴森森的林子无边无际，万一碰上土匪柳子，咱们人少，我怕是你走回去，走回去。一五姓，二五家。
着吃，骂着花。怎么上我们山头来了？我妈的山了。不知各位老大是哪个山头？保护脑门了。王。难道你们是王大哥的柳子？嗯，你认识我们当家的？认不认识，请看梁子。咦，这不是我们当家的匣子吗？你怎么会有？嗯，给我抓去！慢点，慢点！住手！张老弟，东躲西猫的可不是办法呀。王大哥，算命。我在我们头儿人缘真不错。别糊弄哥哥，那葡萄营抓你，你躲了初一，躲不了十五。我看你就在大哥这儿干。大哥，前几年抛家舍业那个苦罪我受够了。儿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，虽然穷点，可我还是舍不得那个家。这话我信，可你这一跑，葡萄营能饶得了你？大哥说的对，这些银子你拿回去给弟妹，让他好好过日子。嗯，张大哥，咱们就在一块儿干吧，过两天我把告状的马五爷干掉，替你报仇不就完了吗？还寻思啥呀？张老弟，别三心二意的了，你就在我们这儿入伙吧，我请你当二当家的。二当家这把交椅就交给你了。那哪成？二当家的啊，大哥，从今往后你就叫我肖二吧。肖二，赶紧摆设香堂来。张老弟，请。算命，难算吉凶祸福。算命，请。跪。一叩首，再叩首，三叩首，平身，对拜，跪。一叩首，再叩首，三叩首，平身。张勇，弟兄们，这就是我跟你们常提起的海城好汉张作霖，今日我们结拜成交，同生共死。与日月同行。从今天起，他就是咱们山头二当家的，局子里的大小事情以后与我平起平坐。大家都听清楚了吗？我们要有三心二意，天道五雷轰，天行有眼，看我真情。谢众兄弟捧茶。喝。干。报。状元不好了，怎
蒲道营没抓到你，把你家抄了。啊，这事儿可逼到份儿上了。老弟，大哥，那我回去一趟。快点走，谁要是想找你们脑瓜，回去我可交不了差。知道了，六爷。亲爱的，根据辛丑条约，东三省和内外蒙古是我们至高无上的俄罗斯帝国的属地，我们将东起海参崴，西至天山主峰，画一条直线，扩展为尼古拉沙皇的版图。亲爱的巴达鲁克，你们要遵照苦力金将军的命令好好干，做黄俄罗斯的开国元勋。坐下。我要提醒大家，日本人对东三省蓄谋已久，对南满的渗透越来越厉害，他们不仅在公开场合与我们周旋，而且在暗地里操纵着几股胡匪，破坏我们的中清铁路，吞食金大队长的地盘。雪儿金娜小姐请放心，大辽河两岸的柳子还没有一个敢跟我金大麻子起屁，谁帮日本人吓唬花膀子队绝饶不了他。只要谢尔金娜小姐一声令下，弟兄们就踏平他的山头，杀他个片甲不留。杀杀杀！啊，哈喽说，金爷，坐探来信儿。退下。亲爱的，什么事？我的作战报告，王小辫柳子不断壮大，最近又拉了帮凶。谁？张作霖。张作霖哪儿的人？他当过兵，枪法准，我也曾经想把他拉过来，没曾想让王小辫这个跟日本人有瓜葛的家伙拉了过去，真他妈的如虎添翼。笨蛋，这样有用的人一定想办法把他拉过来，你有办法吗？有，这办法就在纸上。嗯，我的作探报告，张作霖私通土匪，被蒲道营追进了王小辫的柳子，蒲道营没有抓住他，正在抽他的家，正好趁这个机会把他给接回来。马上出发。嗯，像个男人吗？是。哼，咱们在这儿守定了，看他兔子回不回窝。张作霖吃饭的家伙事儿，给他砸喽。啊，砸。看你还回不回，还要不要这个窝？要要要要要！慢慢看到家，要。你俩把枪放下，你俩把枪放下，你俩耳朵塞鸡毛了，我叫你们放下。小兄弟还不熟悉我，对不住。真是实诚货，给我看看。去，你真是张作霖。
一点小意思，多个朋友多条路。哎呀妈呀，张老嘎子回来了，也让辅导营给抓起来了。真的真的是吗？哎呀完了，这下全得下大狱。走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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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张老嘎子，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嘿嘿，还有今天。过了今天就是明天。嗯，五爷呀，五爷，行行好，就替我们当家的说上几句好话吧。住嘴，流着眼泪送我上路。走，快走。就在这吧。来，走吧，弟兄们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往那边追！少爷们儿，我怕我想你们，这把火我张老嘎的对不住你们，别骂我，我走了。我还回来，
当家的，除了那个鸡还能点啥？看上你随便。哎，都得给人钱啊。各路好汉朋友，今天赏脸前来，俺实在是感谢。小女今天献丑了。各位，在比武之前，容俺先报个字号。俺姓赵，名丹红，家住山东登州府。俺爹和俺娘又都死了。这次俺单枪匹马闯荡关东宝地，有事要跟大家说，还求各位多多帮忙。好，俺就直话直说吧。脚蹬山，手捧云，隔江遍海访绿林，一片诚心寻知己，不知哪位是同路人。好事啊，比武招亲了。谁来？哪位来？慢，这位女子话说得太狂了吧，关东响马可不都是废物。请好汉报个姓名。报名何用，还是刀上剑吧。大哥在上，请受俺一拜。用不着，我只不过想杀杀你的威风。不，俺有言在先，只要大哥能给俺报仇解恨，俺愿给你牵马打杂。说实话，每个人都有家仇旧恨，谁知道你的仇人在哪儿，志向在哪儿？对不起，告辞了。好汉大哥，等等俺。好汉大哥，等等俺。大妹子，哎，太滑，慢点走。怎么是你呀？大妹子，你的武功不错。哎，再好也没打过那个小白脸子。你怎么能打过他呢？他是大辽河一带有名的一条枪龙，武功超群，手狠枪黑，人都叫他白脸判官。你认识他？其实我也不认识，刚才听人说他的真名叫杜立三。杜立三。二当家的，快回去吧，家里的兄弟们还等着你搬山子呢。哦，大妹子，我走了。张大哥，你下海绿林了？被逼无奈，只好走这条道了。大妹子，再会了。哎呀，哎，我说回去喝是喝，别喝醉了。不管你喝，我陪你们玩酒壶穿酱杆儿。咦，是的，感觉太好了。这这让你早点起来，你不早点起来？等你俩换岗呢，麻溜了。快点，知道等我多半天，还不快点了？着什么急？王大哥，啊，我老婆捎信来了，她在那过不安生，应该我去料理一下，我想回去看看。好吧，我也正要出去办点事儿，家里剩老二一个人，怕不行。你要早去早回啊？你要出去办啥事儿？啊，看个朋友。那好，我快点回来。那我就先走一步了。张大哥，在家多待几天，局子里的事儿由我肖二盯着。好。
你回来了。嗯。怎么，没找到张作霖的下落？又他妈白跑一趟。嗯。那小子自从当了王小辫二当家的，整天是神出鬼没的。亲爱的，对张作霖不光来硬的，还得来点软的。报金爷。金爷，肖二从王小辫那回来了。让他进来。是。请。你回来了。谢尔吉娜小姐，干爹有个好机会，你在王小辫柳子里插旗儿。世龙你得盘着。不容易。手你得握着。干爹有个事儿我得向你报一下。说。昨天晚上张作霖带几个弟兄回家了。回家了。听说他儿子过生日，在家多待几天呢。你在王小辫那好好待着，千万别露馅。是。亲爱的，这可是天赐良机，这回就看你的了。这枚勋章不比一个女人更可爱吗？是不是？你们中国有句老话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。亲爱的，为黄俄罗斯的诞生，为足下祝福吧。可闹人了，整天这样不招闲儿。这哪样像头子人啊？你看白白净净的，你就是。哎，你跟两个大耳朵照着的，你看，你看多有福，你看。谢谢，谢谢。哎，你看那小嘴长的，哎。好，你看，你看，弟兄们，今天大儿子过生日，我张作霖心里乐，没别的，备点水酒犒劳犒劳大家。先别忙，给孩子起个名，完了好吃喜儿啊啊！就是，大哥，对，起个名。咱们这些人走到今天这一步，也是他妈被逼无奈。不知情的人骂咱们是红胡子，可老天爷在上，不管咋说，咱们还没丧尽天良。这辈子人光景好了，就他妈别当胡子。这小子就叫他薛良吧。来，干，干。吃菜。来吃菜啊。吃。薛良这个名字起得好。哎，大哥，光有大号不行，得起个小名，要不这孩子不好养活，是不是啊？说得好。对。来，先画两圈，喝壶酒。哥儿好啊，四喜来财，六喜来财，六六六，我输了。哎呀，大哥这六六六真神呐、啊嗯、真神、啊、真神。哎，有了，这小嘎豆子就叫他小六子吧。来，金大麻子送礼来了，他虎了吧唧的给我送什么礼？红火把大炕烧，东北虎整夜睡不着。
咱的大宝。